你以前饰演的一些角色都是非常靓丽、非常帅气的角色，你这次饰演的角色转型为军风的硬汉，这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我到现在为止，我演过的角色还没有一个是特别那种精神的角色。我刚刚拍了一个，但是还没有上，那个是一个比较干净的吧。我因为之前也是，包括《红海行动》，包括之前《俏房花》这两部戏都是比较，至少妆容和服装上都是脏脏的。《红海》是因为战争嘛，满身泥土，满脸的那种迷彩，整天在地上打滚，会很脏。之前一部戏也是，因为演的是小人物嘛，也不会让你很光鲜，也是每天脏脏的，对。所以对你说，我转变其实没有太大的转变，而且其实我个人心里我还有那么一点喜欢这种脏脏的样子。男孩可能都会比较喜欢那种是，硬汉的那种形象。这种你会很喜欢那种一件很能穿很久的一件外套，就是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会很喜欢这种可以穿很久很多年的外套，上面有无数的记忆，有无数的气味，可以让你回想出可能某一个开心的地方，能够想到一个故事。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，所以我特别喜欢演小人物，特别喜欢那种小人物的饱满的情绪的那种感觉。你最喜欢你出演那么多戏哪个角色？最喜欢的是你诠释的哪一个角色？为什么？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啊，每一个角色你都要很爱，因为如果你对角色没有什么感情的话，你不能去。如果你不爱这个角色，你不喜欢这个角色的话，你就没办法把它诠释得很好。而且我现在其实也没演过很多角色，我拍过的戏也不多，所以我对每个角色都印象深刻，我都有充满了热情，而且心里充满了对那时候的回忆，我去想起我每一个时期拍的每一部戏的每一个人物。所以你问我最喜欢哪个人物，我只能说我都喜欢，我每一个我都是很爱，对，都在我心里都是像宝贝一样，给他们留了一个当时拍戏那段人生的地方，留在我心里。其实演员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职业，因为你只有这么一生，在这很短的时间里，你可以体会不同人的人生、不同人的心情、不同人的故事。过了很多个，等于是过了很多个人的人生。对，对，你非常喜欢演员这个职业吗？我喜欢，因为演员一个是你可以过很多人的人生，还有一个是你可以把很多人的人生过在你的人生里，你懂吗？你去演的时候，你真的就是演了他，那你就是你活了，替他活了一次。但是你把替别人活了一次的这段故事又放在自己的人生轨迹里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，这是你在可能其他工作中很难去体会到的一种感觉。那你是怎么走上演员这条路的呢？我希望人生像做梦一样嘛，就是你会有无数的机遇，无数的巧合，去让你碰到不一样的人，不一样的事。就是我们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。但是，保持一颗这种，时刻准备着，不断学也不习是的说心。时刻准备着。我以前我根本就没准备过要当演员，就是，我觉得心态放好，心态放好，然后，做这种不熟悉的事，真的要虚心学习啊，不然真的会摔跟头。那你平时不工作的时候都比较喜欢做什么事情？以前不工作的时候，会出去瞎逛逛、瞎走走，然后，去锻炼锻炼、运动运动、见见朋友、吃吃饭。但最近不工作的时候都在家里，也可能是天冷了，不想出去，也可能，反正最近都没什么。你很宅吗？其实我不是一个宅的人，我是一个特别特别热爱自由、特别希望出去到处闲逛、瞎跑的人。但是最近就是没太出门。没什么理由，太累了，可能。